投资朋友，打开后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哦。那今天这个盘呢，说真的应该不用多解释哦，咖喱垮了后哦。那当然今天这样子上来啊，大概很多人啊，这个是怎么讲，终于解套了哦，台积电啦、啊、广达啦哦，得，反正那我相信呢，在接下来重点是明天的嘛。哦，对，明天哦。那事实上，我在这边我一直跟大家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一直跟你讲嘛，台股一拉，哦，美股它就哦，我跟你讲，那美股哦，如果说我之前前两天不是一直讲嘛，说如果美国它是一个梦幻队，台湾是梦幻中的梦幻。我跟你讲，那美国哦，跨台湾哦，一个恨的牙痒痒。对，就跟川普一样，因为在全世界，我讲难听一点，在日本不用讲，因为日本它本身因为是日元大贬，所以说基本上日本你说股票强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因为它日元贬成这样子，你说日经强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纵观全世界，因为我人家常常讲说啊，为什么美国去咱爱去，为什么美国落爱落，这都无法度啊。这美国去不是说我们要去而已，这美国去是全世界都 大部分都在去了，除了大陆之外，那美国落全世界差不多都落了哦，真少说 会起来啦，啊，大陆是美国去他也落，啊，美国落他也落哦。那撇掉这些不谈，撇掉这些不要讲哦，撇掉日本，撇掉大陆，撇掉一些全世界的股市，那欧洲那就不用讲，对不对？那就几乎是 follow 美国，但是没有欧洲，它是没有美国强。欧洲最强就是德国了。哦，那撇开这些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但他们都是欧洲都落后美国了。撇开这些不要讲，台湾啊，说真的，那是美国的梦幻队，然后美国梦幻队要看台湾，那很不爽，对不对？那么台湾一涨，你看我们今天吧。美国说、欸、我昨天才起200点、啊、你今天北一个2600点、啊、你基数比较少、啊、對，所以说这个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了，那美国看到台湾今天这样子、哦、又不爽了，你信不信？所以现在一个问题是说，美国你知道吗，他不能，他就一涨以后，他台湾就拼命啊，今天有十几支涨停板哦，这个是一个问题，我一直跟你讲这是一个问题的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所以你看我们跌，美国又拉起来了。好了，他现在美国看到我们一涨以后，你知道吗？那美国一涨，我们一涨一定是赢过美国的。对，你美国的梦幻队了，不然你现在得30分，跟他带完起来变成得100分，哦，羡慕死了。对，就算昨天 NVIDIA 涨 8%， 今天台湾一头拉股都涨 10%。 那我今天我要跟你谈的问题在哪里，就是说你要去了解到说，当我们台湾这边又涨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美国，你那个二嘞，哎，我梦幻队呢，我美国是梦幻队呢，啊，你台湾哇，你嘿，我不美国不能涨呢，我美国一涨，你台湾的乒乒乓乓的，哇，大家拢几啊，几拢涨，涨停板头阿股啊，那美国要涨10%的股票很少，他有时候就算涨，从你看美国虽然说道琼昨天跌500点拉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从黑变红了。我们台湾变一个今天有600多点嘛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我个人是认为，就是说你再观察哦，对哦，我跟你说你就知道意思了，再观察啦、哦、今天上来了已经有人开始要反攻大陆咯、啊、但是今天我个人认为，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，我们跌到你看昨天自习量那边说到剩下大家都没啊，美国就扭起来啊、看了大家看，哎、欸，咱最近咱台湾不好啊，美国你话就滔滔啊。今天一看台湾，哦，我几张啊，美国梦幻队表，哎、啊，你看这一定的嘛，台湾就今天就添油加醋了，棒棒棒啊，对吧、哦？哈，美国把美国梦幻队打得七零八素的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全世界我已经讲过好几次，只有台湾把美国的梦幻队打到七零八素的，就是台湾的股票了，因为台湾呢，这个现象是几乎是。很特别的、哦、美国说真的也在我们面前不梦幻、哦、美国在我们面前变薄，所以美国只要它能够持续的往上、啊、台湾台湾是不是起到冰棒球、啊、当然是在电子股了，没可能在航运股了、哦、那
基本上来说的话，我在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谈，就是说美国他见不得台湾太好了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，就是说你要继续观察，比如说我们今天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上来了以后，美国他又看到台湾，就是哦呦，我厉害哦，我张家止跌为生呢，哦，你台湾的话呢，把我梦幻队，那美国他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贱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美国你再观察一下好不好？他现在看到台湾上了吼，你那个好嘞，台湾你也记啊较紧吼，那再观察一下。我不要跟大家谈什么线啊，什么第几只脚啊，没有什么脚不脚的啊，唯一那一只脚就 LeBron 的脚了。你谁扫到他的脚，扫到美国梦幻队的脚，也跟你过不去了，对吧？麦公在这边卡，所以再观察。那当然，我个人认为就这不是重点，因为你现在不要管讲什么嘛，很多很多，其实很多电子股大家还是套在里面的。对不对？你说今天有人就算卖了台积电，就有人就现在弹上来，今天你不要说昨天买，昨天涨了卖了还来不及来买，那就算今天有人追了哈，追今天追我觉得不太合理了，因为追真的很笨，就是昨天不买台积电，今天在追。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今天上来了，那很多套牢台积电的人，很多套牢广达的人，很多套牢鸿海的人，那今天是要卖还是要买？哦，今天卖。可能有的人今天卖是，比如说台积电、广达、鸿海这些股票，今天卖他是少赔，还没有赚，那就会变成他想要再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就不知道，那最好明天再大涨嘛，我们希望台积电、广达、鸿海明天再大涨。哦，那要看美国这个梦幻队老大哥 LeBron 爽不爽？开玩笑啊，美国今天又救起来。你台湾起啊，这我起啊，别无可能。你美国起来，我叫台湾明仔载都七八点嘛啦，对不？啊，那我就认为在观察。那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就这几次你会发觉到，有时候台湾大涨的时候，美国反而他想就是很想把你打下来，我很想把你打下来。美国很贱，他见不得台湾好。那我个因为台湾现在是目前来讲，全世界把美国打得七零八素的，我们的股票。Only one 呢？有观察很久了，因为有时候你说 Nvidia 涨8%，哎 ，Nvidia 说这套在上面的人一头拉股呢。哦，你先不要去管黄仁勋讲什么，他每次讲什么他又要卖了，他也讲又他又开始要卖。黄仁勋，我跟你讲，他手上卖的股票还不到，他现在不到十分之一啊。他一讲利多，他可能又在那边。丢一些、哦，那就注意美国的变化。那我个人认为说美国，当然我们希望美国就一直拉了，美国一直拉，那我们不是拉而已，我们用喷的哦。那美国能不能拉，还是怕美国又把你那个好你被台湾气的，我给你爬了，而且又叫外资去上面放空台湾旗帜。那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就多观察，因为这个盘我不敢跟你讲太多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个现象。所以我前两天是不是跟你讲，我们一跌美国就拉了，我们一涨美国就杀了，我们一跌美国就拉了，我们一涨美国就杀了。那这是美国在羡慕台湾嘛？因为台湾是美国的梦幻队的梦幻再梦幻，你说像那个美国 NBA 梦幻队啊，那到全世界打就最起码赢人家30分以上，对不对？台湾是赢他30分，当然我们台湾的篮球是绝对不行，呵呵，台湾的中华队是吧，麦公亚运都怕不上来你去啊，麦公奥运了，但是我们台湾的股票那是赢美国股票的梦幻队赢30分以上，这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这么强的。但是这里面啊还有更强的，这里面还有更强的啊，你看看这股票还在走大多头，你们看到今天还在创新高呢，这股本叫 2.3 亿，创新高呢，这个在做，这个在每个人都大赚钱，快要300元了。我之前叫你有没有，我叫你这个悟空啊，很多人说哎，郑老师还在讲那笑话，我讲笑话，我是让他讲啥笑话？华裔，
我在这边跟你写九月第一名嘞，很多人在动还笑的对吧？我大悟空啊，走大多头，你们看到他在走大多头啊，他走大多头、啊，这一只股票二点三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，你有黑要注意哦，你有黑要，哎、欸，你看他都会笑哎，他有黑要注意，有黑要注意，有黑要注意，还没完没了嘞，那股本二点三亿，各位投资朋友。我先给大家一只股票，股本两亿。这一只股票股本两亿，比这一只股票以后华裔如果看得到它的车尾灯，我随便你。这一只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下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最标的电子股，拭目以待。这一只股票，我今天给你写成这样子，记住这几个字，叫新的天价。三叉叉再到四叉叉再到叉叉叉，华裔如果以后看得到他的车尾灯，我随便你。两亿的股本，两亿的股本，后礼拜我跟你讲下礼拜哦，我没有跟你讲下下礼拜哦。中秋节的大礼，我今天这一份资料叫中秋节的大礼。华裔以后看得到，华裔的股本叫二点三亿，这一支股票的股本是两亿。华裔的股票叫二点三亿股，华裔显然是这一，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的台积电还在套呢，你的鸿海还在套呢，你的广达还在套呢，这一支完全怎么样脱离外太空，大多头。哎，我之前哎，我奇怪的嘞，二点来了二点三亿的股本，我之前一直叫你说你拉看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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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黑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？你不叫看黑，你一定要啊！算了，我不要跟你讲。我说你只要看到黑，大悟空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别搞了啊！今天这一份就要送给大家。我陈老师衷心的希望大家能赚得到钱，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啊。这一句话，华裔以后一定看不到他的车尾灯。两亿的股本比华裔的股本还要小，三千万。这一只股票的股本啊，比华裔的股本啊还要少。三千万，今天这一支股票我放在我的 QR Code 里面，今天是礼拜四嘛，应该我没记错嘛，今天是礼拜四嘛，明天礼拜五我要郑重的介绍它，明天礼拜我要郑重的介绍它，这一只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明天记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一只股票、哦、明天礼拜五对不对？我会郑重，明天礼拜五盘后我会郑重的介绍它。明天这一只股票记住，十点以后，我话讲得很清楚。明天盘中这一只股票十点以后。十点，先把这个记住了。我现在跟你谈是下星期，我明天礼拜五我会再郑重的跟大家介绍。我陈老师，我不喜欢跟你谈什么利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看我这里面呢、啊、讲什么利多啊，我这个讲什么利多，我就跟你说你黑你要注意嘛，黑要注意嘛，就黑要注意啊，陈老师啊，他黑要注意什么，他有黑要注意嘛，他有黑就盘下嘛，一直去，人家在走空头，他在走大多头，那我就跟你讲嘛，重点已经不是他了嘛，
重点不是他了吗？重点是什么？好嘞，拜。哎，给你，重点会是他了。我再讲一遍，下星期重点会是他了。这个礼拜重点是他吗？这个礼拜重点是他吗？这个礼拜已经快结束了嘛？这个礼拜五天，他涨了四天嘛？这个礼拜他五天。欸、各位，今天很多台积电什么是今天才涨、欸、昨天大家都卖光光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希望美国继续强，我们希望美国。陈老师啊，我那个台积电、鸿海、广达今天还没卖呢，我还差一点解套，明天再卖好了。明天卖可不可以赚？比较赚，不会再套了。我不知道了，你不要再问我这问题了，很烦。我今天我要跟你谈，我今天。这个是赚多少？赚到已经，哎，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哦。今天我把这一份资料放在 QR code， 我明天会再跟你谈呐、啊。我明天会再跟你谈，啊，你就记住，我们相约十点。哎，我今天跟你讲是讲的比较那个哦，你小心九点半了。欸、我有时候常在讲说哈、哦，叫你讲，看黑要注意，看黑要注意，看黑要注意，人没人在注意。所以我知道我看黑，我看黑我就，哎，我就跟你讲说这个看黑要注意，看黑啊，看平板，就黑就是平板以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这个哈、哦，这个以后啊，这一支股票的股本是 2.3 亿嘛，我已经有跟你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今天为什么他能涨成这样二点来拉近上2.3亿嘛？那我就跟你讲嘛，他2亿嘛，他2亿，他的股本比他还要少3000万，他的股本比他还要少3000万，那代表什么？他筹码更干净。他代表他，代表他比他筹比他筹码更干净。我今天不要跟你去提到，再提到说哦，他跟 AI 啊，跟机器人，跟什么挖，哦，不要再提这个了。哦，我今天我只是跟大家谈说，之前叫你一直叫你要买要买要买，你就东阿笑哎，陈老师在你傻笑，我在不爱被追，在悟空之王。欸、你今天看到说真的，今天虽然反弹600点，很多人心情不好呢，还在套呢，台积电、广达、鸿海还在套耶，那没赚钱呢。那是因为美国看到台湾跌成这样，他美国他昨天就拉一下，那美国就很贱了。所以你看上一次你没看到那个美国那个梦幻队，那美国梦幻队是第一代是梦幻队啊，到了这一代已经没什么叫梦幻队了。上一次派了 LeBron 跟一大堆 KD 什么，你看连塞尔维亚都连输三节呢，最后怎么样？架拐子。美国很脏的，我跟你讲，很脏啊，架拐子。对对，打那个法国队也是，对，我不能输啊。所以这一次的美国梦幻队已经不梦幻了，不管是打法国队，不管是打什么加拿大，打什么塞尔维亚，根本就。那第一代的梦幻队 Jordan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当然叫梦幻队啊。但是美国他们就永远是老大哥，我才不服气嘞！美国看了台湾，哇，一记就台湾了，并不叫台湾比美国还梦幻。所以你看他川普那酸溜溜的，讲话对台积电酸溜溜的川普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台湾就是怎么样就强。台湾是比美国还要强的梦幻队，但美国昨天才止跌，你看今天台湾就并不想给我。那美国又看到今天台湾这样子，你内卡好嘞，我早上才去300点，你今天给他去600点，
那美国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他又要架拐子喽，你看得好的，他又要架拐子，这这不是什么第几只脚基本面的问题，美国又要架拐子了。美国挂跨波浪后啊，你看你那也在一起梦幻队，比我梦幻队还要厉害。所以为什么台湾的资金很丰沛？反正哦，你把这个哦，我跟你写这个东西啊，有我的道理。那陈老师啊，等涨停再来买。陈老师啊，我等涨停再来买。陈老师啊，我等涨停再来买了，我等上去了再来买了，我等上去了再买，上去了我就买了。奇怪，你低的时候，你低的时候你怎么买？你低的时候你怎么买？上去我就买了，上去就买了。你看看，人家在走空，人家在走大空头，他在走多头。有的人台积电还套着嘞。有的人鸿海还套着的，有的人广达还套着，他在创新高。下一支啊，我就讲这个股本叫2.3亿啊，这个股本两亿，股本两亿。我跟你写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今天这份资料我会放在那个 QR Code 里面，赶快来索取。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，华裔的股本2.3亿，他的股本才2亿。为什么今天我敢讲说未来华裔一定看不到他的车尾灯，你一定会印证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在这里了。明天礼拜五了，我现在跟你谈是下个礼拜五，今天礼拜四，我明天会再跟你强调一遍，我明天啊，明天我的盘后解盘，这一支股票将会是重头戏的。明天我的盘后解盘啊，明天我的盘后解盘，这一支股票将会是重头戏。经过了一个周末之后，我现在跟你谈是下个礼拜哦，而且明天要特别注意9:30以后。我陈老师常跟你谈的东西，你要放在心里面。为什么我有时候常常跟你讲，常常跟你讲，但是到有一天你看到了以后，已经看不到它的车尾灯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。像我前两个前上个礼拜跟你谈统芯，有人愿意信我吗？统芯有人愿意信我吗？一统天下，那个都没有用的啦。今天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，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我今天涨好好哦。哎，对，有的人还在等解套，有的人还在等解套，对不对？套的深了嘞，今天涨600多点，很多人还连一半都还到不了嘞。你看这个，创历史新高啊！2.3，创历史新高，镜头拉远，创历史新高啊！你不买啊，我就跟你讲大悟空啊！我告诉你，真正精彩的，真正精彩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还没到。2.3亿的股本算什么？未来2亿的股本，2亿的股本，我再跟你讲一遍哦。这份资料送给大家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